好，我们来讨论一下8.2C 的练习题。右图我们有 AB 平行 ED，它要你证明 ABC 相似 EDC。那你有 BAD 等于 EDA 内错角的关系啊，你用内错角可以可以。ABD。A、B、C、D、E、D、C 也不太对嘞，怎么可能是 A、B、D 嘞？A、B、C 是吧？A、B、C 吧，然后呢？D、E、A、E、E、A、D、E、C 吧？好，A、B、D 跟 D、E、C、A、B、C 跟 D、E、E、D、C。我个人觉得啦，哈，因为我们相似来讲呢，其实是有跟那个顺序的，啊，因为我们有跟顺序的，像 A、B、C 相似 E、D、C 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证明这个角等于这个角，所以你用内错角，你会整个会反掉，你会反掉去，就是说人家证明到 A、B、C 相似 E、D、C。你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呢，你会证明到 A、B、C 相似 D、E、C 去了。所以这一边呢，你虽然其实它两个都相似，所以它因为它是等，其实它真正来讲是等腰。为什么？因为这个角等于这个角，这个角也同时等于这个角，然后呢，它是等腰三角形。所以等腰三角形你反了之后呢，其实也是相似的。好，但是我们要跟回它的那个规则。哦，它的跟着顺序的话呢，它要证明 A、B、C 相似 E、D、C 的话，我们要跟回哈，就是你 BAC，我会建议你用 BAC，BAC 就跟这个也倒转 DEC，然后不是内错角，是那个同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过后这一边也是一样啦。A、B、C 呢，我们就用E、D、C，也是用同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最后呢才得到它这个。当然，两角对应相等的是正确的，所以呢你要注意说你要用的情况是这样。过后他要你证明 A、B、C 是等腰三角形，因为你可以看到的是我这个角等于这个角，过后我们又有内错角相等，对不对？所以 A、B、C 是等腰三角形，OK，A、B、A、B 等于 B、C，没有啦，A、B 比较长啦，B、C 比较短，应该是 A、C 啊，等于 B、C。当然你这样子直接写好像也不太对，哦，你必须要告诉我说，哦，因为这个角 E、D、C 等于 A、B、C 过后呢，我们再用内错角相等，所以呢变成了 B、A、C 也会是 X。那两角对应相等，等角对等边，我才可以得到等腰三角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证明题哈，哈，证明题哈，这个是不简单的哈，这他必须要逻辑非常清晰。然后呢，你要不能简单。OK，我们来看这一题，他要你证明 CAP 这边，OK。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是 DBP 这边，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三角形啊，这样子大的三角形跟这个另外一个大的三角形，所以这一题来讲呢，首先我做的是角 PAC 等于角 PDB 啊，这个是同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哎，同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再来呢，我们有这个角 P 其实是公共角嘛。对不对？我两边其实都有用到这个角 P 嘛，所以它是公共角，所以之后呢，我们就得到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啊。这两个三角形相似来讲呢，它也是用两角对应相等啊，就是这个原理。固化它比来讲呢，它给你 AB 是6，PB 是8，CP 是7。然后呢，CD 还要你找啊，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有这个 AB 会比 AB 是比啊你，
我们这两个三角形来讲哦，我们有 AC，AC 其实打斜应该是没有用到哦。我们用 AP 比上 DP，我看一下这里，PA 比上 PD，再来 PC 比上 PB，哎，PA 比上 PD，然后呢 PC 又比上 PB，过 PA 呢就是等于八加六咯。啊，然后呢，我的 PD 呢就是等于7加 CD 咯，过后呢，PC 又会等于7哦，然后呢，PB 是等于8，啊，那这个8加6加起来是等于14，14跟7越减的话呢，我这边会有2，2再乘以8等于16，16再减7等于9，所以我们的这个 CD 呢就会算到19。OK，所以这题它的前面容易做，后面的这个比例来讲呢会比较稍微的复杂一点啊。然后呢，一样的，我印象中他们的 IGCSE 呢，把这一种，他也没有放这个交叉线哦，他就弄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他就告诉你这几个比例是怎样计算。我也忘记了，他好像用乘法还是怎样啊？忘哎，他们背公式法，我们是用证明相似。U 图我们有 O 是圆心。哎，BD 是直径，BD 是直径，然后呢，角 A 是45度，还要你证明 BCD 是等腰直角三角形，没有，他要你证明等腰三角形而已。所以呢，首先第一步呢，BDC 也是45度，为什么？因为同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非常好。过后 BCD 是90度，因为半圆弹直角也对。再来 DBC 呢？你可以用这个90度减45，或者是180减90再减45，你就算出来这一边也会等于45度。然后呢，两个角相等，那 BC 就自然等于 CD 了，它就会是等腰三角形了。最后呢，它给你 BD 是等于根号2，请问 BC 等于多少？你可以假设 BC 是等于 x。x 平方加 x 平方，CD 也会是等于 x，因为等腰三角形嘛。对，x 平方加 x 平方等于 2x 平方，2x 平方是等于这个斜边根号2的平方，那根号2的平方是2，2跟2越减就会等于1，所以 BC 就是1。其实我们直角那个特别直角三角形嘛，一根号2嘛，所以这个其实可以一眼看出来的哈，一来的。再来看第四题。我们 U 图呢？我们有 BAC 等于 CAD 等于 x 哦，它先告诉你这两个角都是 x，还要你证明 BAM 相似 BCD。我就用了 BAB，我们先用了这个 BAM，我不要去 C 了，我去 M，然后 BAM，然后呢 CAD 两个是相似，这个是已知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角，第二个角呢，就是这两个角，ABM 相等于 ACD，这是同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我有两个角了之后呢，自然的这两个三角形就相似了。好，两角对应相等。OK，然后呢，再来看新的 ACD 的三角形，相似 DCM。我先找这个角度，因为这个角度呢，它相等于这个 x 有没有？同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啊，所以因为这个 x 这一边上面这一边也是 x 嘛，CAD，所以呢两个都是 x 的话呢，哎，它们就相等了。所以过后呢，还有一个 c 角 c 其实是公共角来的，这里有角 c，这里也有角 c，所以呢这也是一样啦，两角对应相等。哦，他们就是两个三角形相似，可以啊。OK，然后呢，最后一题了，我们的第五题，U 图有 O 是圆心，AB 是直径，C 点跟 D 点，分别在圆上，AC 平行 OD，它要你证明 CD 相等于 DB，这是啊，你要证明的。所以第一个想法是这样，我这题原本我看不出来，因为它 OC 其实它没有画的，哈，OC 你要自己补线，这种要补线的题目啊，你要看一阵子。首先我们第一步想到，我从它要证明的东西啊，我们先推一下，
我们应该是要去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基本上，如果我连接 OC、CD 相等 DB 的话呢，这个圆形角 COD 会等于 DOB。所以，我们先设 DOB 是等于 X，因为它这边已经有了那条线嘛。好，我们先设这个角度为 X，过后我们再补线 OC。我们想方法找一下，看一下这个 COD 会不会也等于 X。只要两个圆形角等于 x，那个 CD 就自然等于 DB 了。OK，首先是这样啊，先设 DOB 是等于 x，过后呢 CAO 也是等于 x，因为同位角相的关系。然后这一边好像很奇怪，等腰三角形 COA，如果你讲这个角等于 x 的话，有点奇怪哦。为什么？因为你知道 AC 等于 CO 吗？不知道啊。哦，所以这边你要，你看你先写错了哦。我们看一下啊，应该要正怎样写？这一个应该要写成 OCA 才对。OCA 这边就等于 X 啊。然后呢，我们的 COD 也等于 X，是内错角关系。COD 等于 X。之前为什么我用2x 减 x？我告诉你，2x 减 x 是因为我用了这个 BAC 跟 BOC 的关系，一个是圆形角，BOC 是圆形角，BAC 是圆周角，所以就等于 2x，所以我才用了这个 2x 减 x。如果你是用 COD 等于 x，直接等于 x，因为你用了这个，你有写了 OCA 等于 x 的话。像这个 COD 等于 x 是因为内错角，OK，这样自然的内错角，内错角，自然的这两个都等于 x 啊，两个角相等，你要写多一次哦，最好写多一次，因为 COD 等于 DOB，所以 CD 旋等于 DB 旋，OK，所以就可以证明出来了，啊，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证明题啊，很衰的，你的那个逻辑啊，要非常的清晰啊，那个整个步骤要先证明什么，在后面证明什么，整个你的顺序啊，要跟着那个逻辑的 flow，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说你还没有证明到，你不可以用啊。虽然有时候我们感觉上这两个是一样的啊，感觉是一回事，但是你要证明的话，你一定要跟着你的那个逻辑的 flow。OK，好，说时间也刚刚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